第八呢，叫做毁失誓言呢。毁失誓言就是说，你对佛菩萨啦，对神圣啦，或对自己的上师、对师父有发的善愿，或者有许愿，你不照做。我们常常困难的时候，在佛菩萨前就是跪求，临时抱佛脚，说这个生意让我过了，我一定会怎么样怎么样来做善事啊，我一定要怎么样诵经，怎么样来修行啊。结果钱拿到以后，他就不做了，对不对？下次再求啊，就没有钱了。家里有人重病啊，你说啊，只要让我家里的人病好，我要做什么善事？我要去印佛经啊，我要去干什么啊？去孤儿院、养老院去捐白米啊。这个没去做，下次再有人生病，求不动了。不但现世所求不能如意，你自己的善根最后会断掉。慢慢慢慢，就算你有佛缘有善缘，你也没有办法从佛法中得到真实解脱的利益，最后了会离佛法正道越来越远。哦，照这样子啊，那当然会有一个不好的来生了。